大家好，我是玉馨。大家好，我是碧杰。欢迎收看本周消息。本主日聚会结束后将举行平安夜洗礼，欢迎多位新家人加入天桥大家庭。请预备受洗的弟兄姐妹聚会后至更衣室换装，并到洗礼池旁集合。邀请弟兄姐妹聚会后一同前往洗礼池观礼，献上祝福。幸福家教会门训课程，本主日中午12:30于鸿运文创403教室。家是复兴的开始，邀请弟兄姐妹一同参与训练课程。家一打开，福气必然临到。麻豆有机文旦义卖，虹桥传道会为筹措弱势儿童教育经费，将举行文旦义卖。果实皆在水换前采收完成，散发自然果香。3颗200元，请弟兄姐妹会后至教会门口购买，或请洽抽赎会姐妹。让婚姻更美满，家庭更幸福。分享会，讲员简春安博士在家庭问题、夫妻问题、青少年恋爱问题等有许多贡献。在本次分享会中，将会给我们分享到3个主题课程：美满婚姻三部曲、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还有快活度日。邀请已婚夫妇以及预备进入婚姻的情侣一起踊跃报名参加，现场备有儿童照顾哦。地点在鸿运文创中心，时间9月6号礼拜五晚上7:30，跟9月7号礼拜六早上9点。费用是每人300元，若是夫妻跟情侣两人同行价，一共是500元。欢迎来报名。近来收到多笔 ATM 转账之奉献，但却没有提供姓名，请奉献的弟兄姐妹提供姓名及账号末五码，供财务部登录至您个人的奉献资料。提供资料请洽五品方传道。 FM89.1 南都电台天桥之音广播节目，9月1日晚间10点到11点播出真情相遇单元。本周我们专访到惠植蓝心事工小组，题目是芬芳的敬拜。以上是本周的教会消息，谢谢大家收看。